我知道你在做什么，我只是废人一个，对裘胭脂不会有任何的威胁，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呢？因为你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。你是指鱼儿，姑姑。 为什么追你啊？你还是别知道了，免得裘胭脂他……胭脂他不会害我的，那你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啊。雨儿，我只跟你说一句，我确实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是裘胭脂他只会比我更坏。我想做什么，你已经都知道了，但是裘胭脂他想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 诚心，妍秀，姑姑，你想干什么？此人对你不怀好意，我不能让他与你同行。我自有决断。王若琳，你不要被他给骗了。我跟你走，你就放过他吧。姑姑，我也是废人一个，如今不过是苟活而已。 姑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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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妍秀，为什么？是他自己撞上来的。你们为什么还是不肯放我走呢？我已经走了，对你们没有任何威胁了，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逼我？ 姑姑，你先救人。姑姑，先把药吃了。雨儿，你不要相信他，他跟裘胭脂他们俩……先别说话了，我知道，你先把药吃了。 不知道裘胭脂会杀了丽蓉，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不会派他去的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我东西了一份在绢布上，其实是为了以防万一啊。我们先把药吃了吧，好吗？玉儿，你听我说，其实你跟我真的很像，我们都出身名门。 你不应该，你心地柔软，又处事包容，你就像另外一个我，没有被仇恨吞噬良心。可我，雨儿，要好好的，你一定要好好的。裘胭脂的毒目很大，连我的弟弟都已经被他迷惑了，想助他登基，所以才背叛了我。你千万。
相信他，千万不要。姑姑，对不起，姑姑。